人家开高吧。但是俺们的老辈子都讲起个讲的广东话，好多。好。好。就只晓得广东人了，广东腔了，原来对开高两块没得概念嘛。哦，就有近两几十年，然后那个落袋啊的那些广告，政府宣传也好，然后俺们才晓得俺们广东去开高吧。而且俺们成都那边开高吧的好几种口音了嘛。哦嘛，那个有的感觉好像跟讲的那个口音有很多一样。瞧，阿哥有没得一个龙泉的这个朋友啊？就开高女朋友啊？龙泉这方面啊，俺们那边水上行嘛。啊，没得。那边是你接触过几年嘛？刚开高吧？基本上刚开高吧嘛，第二杆子刚。你口音有趣。你发现到今天讲的开高吧，口音哪能口音有点样用？啊，你发现到了吗？是吗？还发现到那个，对，是不是就俺的成都都有好几种口音，开发口音，还跟我讲讲我不是呢？哦，嗯，就梅州嗯发的地方啊，就整个梅州啊，啊，一个开发口音都可能有5种，可能有10多种，所以原来没有好人讲的，哎，拿你开发个标准来的啊，那就得没必要个。是吗？俺的现在讲的都会开发吧，你大家都得搞的很好了，就没必要去讲我拿你个标准，拿你个正宗，有的你去什么差两个。阿哥觉得差两个有没有意义吗？没意思。对，你觉得没现在对搞就已经很出了。哦，早把俺们开个吧，一代一代的冲下去，又觉得挺巴适的。不给咱俩子口应该就就没必要去争个的。对，所以你感觉俺们成都那边没开个吧，快要失传了。再过山西带你，我们山西带跑很多的，可能再过不给。6、7代、7、8代，可能那个的确是传。你看现在好多写字字的，光他们懂，就懂不懂道理。就现在有很多的幺郎秀吧，一郎秀啊，今年秀基本上就搞广东了嘞，就基本上只他们懂了。今年个下一代，大家就自己搞的广东，他们懂。啊，所以我是应该觉得，俺们还看看你需要去他重视一下吧。我去，至少去他重视嘛。哎，但是俺等多长时间期待你嘛？哎，对。帮我养活自己的个吧，就改到我讲广东话。对。他现在个讲那个豆腐唔讲的，很正常。爱先生，我好多你讲爱讲的，我刚干了西昌嘛，老西，把你拍把你嘛，俺的年轻人出去外边打工，对吧？外边全部都讲福建话的，你讲开个话我听唔懂。哎。所以俺的开个话，一般你讲了30种吧，对吧？啊。对，俺的开个话，首先开个话嘛，听进去西昌话嘛，第三普通话。对啊。嗯。所以我觉得俺们已经很错了，是吗？俺们至少还讲了好几种。